击已经成为我国正式开展的第78个体育项目。今年7月，荣耀将首次举办职业联赛。国内首届荣耀电竞职业联赛终于拉开帷幕。而这里必将成为所有选手实现梦想的舞台。荣耀终于开职业联盟了，咱们组织自己的战队吧。我们终会站上巅峰的。